嗨，大家下午好。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Oakley 2019 R1 Collection 的太阳眼镜 Sutron。这个 model 是今年最新的，总共是有六个颜色，今天会试给大家看五个颜色，因为有一个颜色已经卖掉了，所以剩下五个颜色。所以今天会把这五个颜色都介绍给大家看一下。第一个颜色，它的镜框是青色，这个颜色是蛮特别的哦。之前 Oakley 都不曾有这种颜色在它的镜框上面。它的镜片，这个是 Prism Gray，镜框是青色。请大家如果有看到这个 live 的话，请帮忙 share 一下，给更多朋友可以看到，我们有很多不一样的款式的 Oakley，让大家都可以看到，谢谢。如果大家有看到这个 live 的话，请帮忙 share 出去，让更多朋友可以看到。如果你们的 Oakley 有任何的 defect，你们不知道该怎么办，你们可以询问我们，你们可以 PM 我们有什么也可以直接，等一下那个 live 完的时候，上面有那些联络电话随便一个你们都可以咨询我们。这个 model 是2019年 R1 的 collection，这个 model 的名字是 Sutron。这个镜框是白色，它是蒙白。它的镜片是 Prism Rod 是给 Road Bike 用的，开车也可以用，只要是在路上的都可以用。大家如果看到这个 live 的话，请帮忙 share 一下，让更多朋友可以看到。这个 model 是2019 R1 Collection。这个 model 名字是 Sutron，我们全部有，总共是有六个颜色，我们有五个颜色都有现货。如果你们有旧的 Oakley 有 defect 的话，如果你们有什么问题想要了解的话，都可以PM 我们。然后现在 Oakley 全部是有2年 warranty，只要在2年里面有任何 defect 的话，都是 under warranty。请大家如果看到这个 live 的话，帮忙 share 一下，让更多喜欢 Oakley 的朋友都可以看到，谢谢。第三个颜色是黑色，这个镜框的颜色是 polish black，它的镜片也是，镜片是 prism。
这个 model 的名字是 Sutron。如果你们的 OK 有任何问题的话，都可以咨询我们，尤其是它的镜片 defect 的话，OK 全部都是有2年的 warranty。OK 是有2年 warranty，只要有2年没有 defect 的话，都是 under warranty。大家如果有看到这个视频的话，看到这个 live，请帮忙 share 一下，让更多朋友可以看到。现在这个是蓝色。蓝色，它的镜片是 Prism Ruby Prism Sapphire，sorry Prism Sapphire。这个款式是2019年 R1 Collection。全部有6个颜色，今天会给大家看有5个颜色，有现货。大家如果有看到这个 live 的话，请帮忙 share 一下，让更多朋友可以看到。只要你们的 Oakley 有 defect 的话，它镜片一点一点的话，或者有其他的问题，你们都可以咨询我们，我们都可以帮到你们。还可以教你们如何去 claim 你们的 warranty。最后一个颜色是 matte black。它的镜片是 Prism Rod。这个模特是2019年 R1 Collection，2019年 R1 Collection。这个模特是 Sutron。如果大家想要了解更多的话，可以直接 PM 我们，或者是 WhatsApp。如果你们有其他模特想要找的话，都可以 PM 我们。如果大家有看到这个 live 的话，请帮忙 share 一下，可以让更多的朋友可以看到。只要大家有关于 Oakley 的问题，都可以直接咨询我们。好了，谢谢大家，今天的 live 就到此为止，谢谢大家。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都可以疑问，都可以 PM 我们。只要有关于 Oakley 的问题，你的镜片 defect 或者你们要找Oakley 的 accessory， 全部我们都可以帮你们找。只要你们有任何关于 Oakley 的问题，都可以询问我们，或者 WhatsApp、PM 都可以。好，谢谢大家。